切换到媒体工坊中，上方的地方我们选择色板。这里头呢，在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单色的荧幕可以来使用。那我们只要选择我所需要的颜色。好，这里呢我们范例用黑色，按住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拖曳到视讯轨一中的最后的位置。好，放好之后呢，它预设的秒数哦，以照片图片来说，通通都是5秒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变更一下它的停留时间，所以点选它后，上方有一个时间长度。好，我把它改成4秒钟，点选后用 key 的或者是用上下箭头点选也 OK。 完成后呢，我们再按下确定，色板的时间长度呢就可以修改完成了。接下来我们使用刚才所制定好的文字范本，然后呢可以让它快速的制作出来哦。我们点选文字的工坊，进入之后呢切换到制定，您可以看得到你自己所做好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好，把它按住后往下拖曳，那我们直接拖曳到视讯轨二的位置。在这个版本中的威力弹，它非常的特别，是所有的视讯轨也通通都是文字轨，所以呢也就是说，你不一定影片放视讯，照片放视讯，各式各样的物件通通可以摆在视讯轨中。好，所以它的轨道其实变得非常的弹性。好，进来之后呢，目前澳门的文字的长度比色板还要长，所以我们滑鼠移到最边边的地方，出现左右箭头，按住往回推，可以让你的字跟你的色板是等长的。再来呢，我们把澳门行里头的这一个澳门的两个字做修改，所以呢在澳门这一个文字方块上头快快按2下。好，我们这边嘛改成另外一个景点的名称。输入完成之后呢，同样利用对齐方式的水平啦、垂直至中来安排它的位置。好，完成后呢再按下确定，景点的内容呢的开场马上就完成，所以不需要重做。好，只要利用存起来的文字范本就可以重复使用。好，后方的地方呢我们则切换回刚才的一个媒体工坊中的澳门，找到我们对应的景点的影片档案，再把它摆到色板的后方。好，这一个景点的开场就完成了。接下来后方呢，我们同样的还要再放入其他的景点，但是呢我不想要重新再制作一次开场的位置这个内容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里使用一个很特别的新工具哦。首先我会建议各位把你下方的编辑区可以拉大一点，这样看起来会比较舒服。然后呢你会发现哦，当我点选尺规的时候，虽然时间线会跳过来，可是这个时间线的左右两侧会有个黄黄的图示。好，这里呢你只要按住前方的这个图示往前拖，好，你会发现诶有一个选取区会拉开哦。好，那你可以对到前面的这个开场的地方。好，后面再往后拖，就可以把整个区段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选取。好，那选取起来之后呢，我们上方自动会出现剪下复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同学只要按下复制。好，然后呢您再把滑鼠的时间线拖曳到景点的最后头的位置，最后头的地方点一下，上方会带出贴上，按下去后呢，您就可以快速的把刚才所复制的那一段时间轴中的内容全数复制过来。好，所以这个工具在做一些重复性的动作的时候，它其实非常的好用。那我们大三八的这个文字的内容呢，我们就把它改成烟火节。好，点选后记得还是要再调整一下我们的水平或者是垂直的对齐方式，然后再按下确定。好，这个区段呢就完成了。制作完成后的影片内容呢，有时候会缺少一些背景声音的衬托。那当你手上没有这些背景声音档案的时候怎么办呢？在威力档案里头啊，内建的 Magic Music。 好，同学可以点进来，进来之后呢，它里头内建的非常多的一些免费的音乐可以来使用，所以呢你只要点选后，上方的地方会出现哦。那我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它会要求您做这样的一个更新下载哦，所以同学记得按下更新，那可能会需要一点点时间哦，它会去做一个下载的动作。
好，完成了之后我们关掉。好，我们再进入 Major Music 里头。好，你就会发现上方的地方就会把功能带进来咯。接下来呢，我们左边的地方您可以选择类别。好，然后右侧就会出现声音的内容，所以您可以去做点选。那这里有些声音呢是可以直接当下拿下来使用的，有些呢可能是需要付费才有办法来使用。好，你可以点选声音之后呢，利用预览的方式听看看这个声音的内容喜不喜欢。好，然后呢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后，直接按住它拖到下方的时间轴中。那时间轴的部分您可以拖到最下方的一个叫配乐轨的地方，所以我们按住它拖下来。摆好之后呢，因为时间它预设的长度是比影片还要短，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移到最后方，出现左右箭头，按住之后拖曳，让您的声音跟你的影片是等长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在播放的时候才会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声音跟影片会是一起不见的，不会说有谁长或谁短之类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是可以让您快速套用背景音乐的一个方法。加上背景音乐之后呢，如果影片本身是有声音的，那就会让你整个影片听起来是非常杂乱的。那如果我们的背景音乐是比较好，想要保留的，我们可以把本来的影片的声音去除哦。那去除的方式很简单，只要在前方我们时间轴轨道的地方哦，假设我现在是在视讯轨一的位置，它有分视讯跟音讯两种哦。那你只要在音讯的这一个部分的眼睛的地方点一下，这个动作呢叫停用的意思，停用声音的部分。那你在播放的时候，它就只会有影片，而声音是取消的。那这个方式适用于整条轨道。如果呢，我们不是整条轨道要清除声音的话，我们只要某一个片段。那同学可以点选某一个片段后，按滑鼠的右键，右键里头呢有一个功能叫做片段静音。你看哈，我们刚才已经把它去除掉了，片段静音哦。那片段静音的部分呢，就可以让各位的声音的部分只有单个影片有声音。好，所以一个是播放轨的部分的静音，一个是片段的时候的一个静音方式。制作完成之后的影片呢，我们要把它做输出后，才可以让所有的人呢，在任何地方只要播放软体就可以观看哦。所以我们要点选的是输出档案。点选后呢，我们会切换到一个输出的一个界面中。那在这里呢，我们示范怎么样把影片输出成 MPEG-2。点选后呢，下方设定档。然后呢，品质这边都可以自己去做一些简单的微调。那大部分如果你要预设也是 OK 的。好，右下角呢，点点点，各位记得要按一下进来，因为啊，每次输出完后通常找不到东西，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各位把它输出到你自己比较熟悉的路径，例如说像桌面。那下方呢，您可以输入一些名称，影片的名称哦，然后再按下存档。好，当我按下开始之后，它就会开始进行输出的一个动作。那这边的话，如果你制作的时间比较久，那当然等待的时间也会比较久。输出完成之后呢，我们只要利用 Power DVD 的播放软体，您就可以看得到所制作的一个内容。